这里这么大雾呢？因为这里有很多能源高炉，水蒸气常年笼罩这里。听说这里的蒸粽子很出名的。哇，蒸粽子听起来不错哦。快走快走，我饿了。大家走吧，进去看看。怎么了，金彤彤？这里为什么到处都是布娃娃？的确很奇怪，我们去调查一下。奇怪，怎么到处都没有人呢？欢迎光临。各位客官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本店的果蒸粽，主要以糯米、脱衣绿豆、猪肉为主，热食时轻易扑鼻，入口松化，爽滑甘香，可是驰名整个木兰溪。客官，你要不要进来品尝一下？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！土豆豆，冷静一下，我要三个。好，好，趁热吃啊！蒸粽是要热吃才好。老板，我们要十个。又是你们？怎么，我们不能来吗？这店又不是你家开的。又是这几个大麻烦，好，这次把你们全收拾了。不要争了，这里还有好多，人人有份儿。哼，不行，不要给他们，我要20个。我要30个。我要100个。来了来了，这边也有。来了来了，不要抢不要抢。作为美食家，不分你我他，可以吃。哎呀！怎么会是这样？呼叫博士！呼叫博士！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，木吞吞？博士，不好了！土豆豆吃了蒸粽子，变成布娃娃，被丑念念抢走了。啊！什么？想不到丑念念掌握了这种邪恶技术。我们怎么办呢，博士？木吞吞，你能分析一下被污染粽子的成分吗？研究植物我在行，但这个我对这个不是很懂啊。雷震震，你能帮我？为什么要帮助你啊？凤小小这个笨蛋不听我的命令，我还要抓他回来教训一顿呢。哼！哎，那要怎么救土豆豆和凤小小啊？我也没办法了。恐怕他们只能一直当布娃娃了。老头子，你也有不行的时候啊，但是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。哼，只要本天才一出手，什么解药都弄得出来。我很聪，你速度快，想办法把布娃娃夺回来。李妈妈，你跟他一起去。切记不要和丑念念硬碰。你去监视我，聪聪，有什么好东西不能落到五星蚂蚁手里。哼，要不是有我雷震震，你博士也干着急没办法吧。你们也来帮忙吧。雷震震，这两个世纪很不稳定，本天才做事还要你教我。别骚扰我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刚才本天才就不会失败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要不是你一直骚扰我，本天才早就研制成功了。好好好，冷静一点。又失败啦！看来紫色不行，你试一下蓝色试剂。蓝色？好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
下一步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，看我的。你看，这不挺简单的吗？嗯嗯，啊，妈呀！火葱葱，你是个笨蛋！谁知道下水道被堵死了？这里有地雷！真笨！你行你来啊！哼！跟我来！站住！你们站好，看好门口！五星蚂蚁已经到吃火锅了。哦，是。嗯。你认识他们？啊？我以为你认识。哦，不是吧，这都行？要动脑子。永别了，兔豆豆、风小小，这就是你们和天启将军作对的下场。怎么办？跟我来。果然是你，火葱葱！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！你说的什么话？我听不懂啊！当然是废话，还不跑！别跑！那么躲哪儿去了呢？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！天才达人就是我雷震震，老头子，这次即使没有你，我也可以成功的。雷震震，恭喜你！博士，我们回来了。然后，欢迎水泡，火葱葱，你又差点闯祸。肚子不疼啊，老板，我还要蒸粽子，好吃好吃，我还要，还吃，叫你吃本天才一拳，跟我走。老头子，想不到咱们还能合作一把呀。合作？合作做什么好吃的了？你就知道吃，叫你吃，叫你吃。实在这么多了，没时间吃吧，再加上所谓美食家。匆匆恭喜你挽救了伙伴，但时间不多了，你们要尽快赶来赤火塔。五星蚂蚁为和平出发。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这玩意儿在吃火锅经常见到的。哦，那是千脚灯，在古代中国，凡添了男丁的人家都会举行灯会。你怎么了？我饿了。土豆豆，你总是磨磨蹭蹭的拖后腿，我们走。
不要理他了。等等我。可恶的五星蚂蚁！嘿嘿嘿！这里很快会成为终结五星蚂蚁的地方。有点不妥啊，怎么雾越来越大了？方小小，方小小，羽毛毛，咦，怎么看不清赤火塔了？怎么了，金彤彤？嘿，出来，别鬼鬼祟祟的。你看到什么了？好大雾啊，小心别走丢。哎呀，嘿嘿，金彤彤，木吞吞的木吞吞，别鬼鬼祟祟的，快出来。不要抓我。土豆豆，这什么破地方啊，哼。咦，雷震震，什么人啊？切，原来是你。是不是你捉了水灵灵他们？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滚开。别走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嘿，掉，竟敢打我。说是不是你抓了水灵灵他们？我看你是想打架。嘿，你哼，这两个不分敌我的笨蛋。是仇念念。雷震震，等等，你是仇念念在背后搞鬼？知道是我又怎么样？你们已经落入我的迷魂阵里了。难道大雾就是因为他？火葱葱，你先挨会儿揍，我先找个地方休息会儿。雷震震，你这个胆小鬼，别走！哎呀，哼，天才达人就是我雷震震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少了一个？不好！丑念念，别走！五行召唤！你的对手在这儿。火葱葱，你想打到我？做梦吧。可恶，这么大雾对我很不利的。对了，跑出去。
容易。不行，我要想想办法。想想，想想。就你这点破本事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敢跟天启将军对抗？哼，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嘛，四道临头还嘴硬，灵蛇毒蝎。电火喷射！哎呀！可恶，又藏起来了。雷震震，我苦战虫念念，你却一旁睡大觉。火苍苍，你没挂就过来帮忙，还叫我帮忙？难道你睡觉还叫我帮你扇扇子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没睡觉？哼，五行蚂蚁都那么没脑子吗？这些大雾就是因为这台机器坏了，无法吸收雾气。我现在已经修好了，不过没有足够的能量启动。这是本天才研究的雷鸣全效动能转换器增强版十六型，你在上面高速跑步就可以发电了。原来这样啊，我以为你哼，你以为我雷震震是胆小鬼吗？废话少说，趁仇念念受伤还不行动啊。终于正常启动了。可恶的火匆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天旋雷波啊！竟然趁人之危，跟你们黑魔军团根本不需要讲什么道义。快说，你把水灵灵他们捉到哪里去了？火匆匆，我们在这儿啊。哎，五行蚂蚁，下次你们就没那么走运了。雨毛毛和风小小没被仇念念抓住，那他们去了哪儿啊？嗯，雨毛毛，你去哪儿了？捡到好东西了，你看。老大，我回来了。你又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去参加了个大实惠，所有食物都是免费的。啊！我怎么会有这两个手下呀？雷震震，这次我们合作的不错嘛。哼，下次见面就不一定是合作了。老大，你们合作了？合作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为什么受伤的可恶？火匆匆，是火凤，是火凤有危险，我们快走。走，我们也跟上去。你们还有完没完呢？